博弈的套路谁最脏，一见狼顶鬼头黄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套路导师辣条哥。很多粉丝都想知道奎恩应该怎么玩，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他在动画片里的表现。高颜值高科技，一人吊打整个木叶村，要不是因为手残误伤女主角，然后直接被导演无情制裁，哎不对，说错了，是被鸣人暴走虐杀。把佩恩放在人界大战里面，一个大招直接就能把辉夜给秒了。说到这里，有人可能要说，我不懂就别瞎说，哎，反正佩恩没有给辉夜打，我想咋吹就咋吹，你能打我不怎么的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佩恩在游戏里属于高爆发忍者，很多人喜欢带霸体，不过我强烈推荐阿克拉，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玩的时候非常爽。开局遇到远程攻击的忍者时，上下走位找机会一技能扎他。开局如果遇到水门和鸣人、钢手和小樱，或者其他技能强度不是太高的 BC 忍者时，开局直接在中场放一个一技能，抓住后就是二技能打伤害。如果对面没替身，那就继续平 A， 如果替身的话秒压通灵即可。通灵兽推荐阿玛仙人、莲幼和熊猫。对面如果被骗替身，直接一技能定在地上，然后二技能打伤害，最后躺在床上看动画片那就行了。还有一种连招方式，骗替后放对面走，然后站在中场冲着敌人方向无脑开大即可。发招结束后先接一技能，然后点阿克拉，最后二技能收割，满豆结束，爽歪歪。怎么样，你就说这个套路啊，脏不脏就完了。你个老爹，脏死了。